我们已经知道你们专辑的发行了，真的是啊，要不要跟我们新竹地方说好伙伴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跟他们好 say hello， 跟他们问候一下。新竹朋友，你们好不好？好久没来到新竹了，是不是？是，真的耶。听的是。